大家好吓，喺中场休息过后咧，咁啊，请大家继续安坐喺你哋嘅座位上面咧，欣赏我哋星级唱家班接住落嚟下半场嘅精彩节目啦吓。咁啊，喺中场休息过后咧，咁啊，翻到嚟我哋呢个二十周年嘅呈现啦，星级好有最新光嘅曲艺晚会，咁啊。大家要坐定定啦噃，用心欣賞我哋之後接住嘅演出節目。咁啊，有禮不可廢啦！喺呢個時段裏面咧，大家都知係要做啲咩噶啦嚇。準備你嘅掌聲，準備你嘅歡呼聲。多謝我哋今次演出嘅製作團隊、主辦單位星級唱家班、維基廣告，掌聲啊！咁包括咧有策劃嘅維基啦、統籌嘅青青，同埋咧協辦嘅良品曲藝會，有我哋泰哥盧洪泰先生。作為舞監，咁啊，同埋咧佈景敬業佈景敬業舞台字幕天龍粵藝，攝影郭益晶，啊錄影盧氏影音，同埋咧星級唱家班十四人嘅大樂隊，掌聲多啲啦！咁啊，有大樂隊之餘咧，咁啊，梗係有我哋兩位著名嘅領導啦，音樂嘅統籌同埋領導林尚明師傅。激樂領導江小宇師傅，嗱呢兩位師傅咧都係我喺深圳裏面最中意嗰兩位師傅嚟噶，好出色噶，希望大家多啲支持佢哋嚇。咁啊，更加要多謝今晚嘅演出嘉賓啦，在座嘅各位曲藝界前輩、各位嘅支持者，俾啲掌聲大家嚇。咁啊，有一個咁成功嘅演出咧，咁啊要有賴台前幕後嘅。工作人員、新光戲院嘅配合，各位觀眾嘅支持，仲有一個比較口齒比較伶俐同埋樣貌比較俊俏嘅司儀龍玉星，又呃到大家嘅掌聲啦。咁啊，其實咧做演出係好開心噶，因為第一可以見觀眾啊，平時喺屋企咧匿埋喺屋企裏面吊住只狗咧就比較悶啲，係對住大家咧就比較開心嚇。咁我哋又可以繼續聽歌咯噃。接住為大家介紹咧係一首新編嘅粵曲嚟噶，叫做《沈園雲會》。沈園會大家都聽得多啦，啊《沈園雲會》咧都係講述夢斷香消四十年嘅故事。呢一首曲咧係由陸冠恩師傅啊。陸師傅去撰曲嘅故事講述咧，陸遊同埋唐婉咧呢個悲慘嘅愛情故事啦。咁啊，《沈園雲會》裏面咧，顧名思義係雲會啦，即係咧講述唐婉嫁俾趙士情之後，佢有一日啊，咁啊見翻陸遊，咁啊翻到屋企更加悲哀，所以咧一病不起啦，最尾咧就係哀傷咁離世。咁啊，唐婉去後咧，咁啊陸遊咧故地重遊去做沈園裏面啦。咁啊去到沈園裏面咧，哇就見到唐婉咯。點解？係因為見到唐婉嘅靈魂啊。咁啊佢哋二人相見底下咧，就一數未了嘅説話噶。咁啊故事咧，不如就演出者為大家去交代啊。咁啊，我哋好開心都可以請到讚曲人陸冠恩老師演繹陸遊，另外咧曲藝導師何麗瓊老師咧飾演唐婉嘅，送俾大家《沈園雲會》，掌聲有請。南亭借梭寒火，
何回首？泪两行啊！满山红啊叶，半啊残啊霜，还有回首，神苍苍。出呢妻信目，时候当信亲阿娘，每佢言数端行，皆论。谈清霜，泪与恨红泣，点啊怎啊凉，情空悠悠，雪轻凉。回香蒲，红暗，惨呢梦，痴徒。旧泪湿人庙，梦梦默地烟烟熏啊，我杯酒迷呀醉，表妹灵魂又麻风，难再孤失那个，空交影儿浪啊尽，剩得人。梦圆空冷，万般皆谋梦。
收入啊如窗，忆旧泪。解忧唯有报知可。
命运已香消，明灯黄泉薄。哎呀，缘何你哑淡如黄色，清丽似窝娘啊！我生死以为赵家庄，奉差头相接，一并为前望。君太独郎，太凄怆，应不那伤。空断肠，是方尽，欲三过别长。表哥啊，梁又似翠花望，梁叔父几番我暗忍恨，再不爱还桃梦帝香，不爱林郎玉马花箭香。
世人啊无心啊好，我是用扶云根啊，佢未用叶良伤。东风几番啊盼那鸳鸯，只因兄你子子荒凉，太凄怆。我逼梯定再一分，强使令平红啊眼，仇人未啊敢。宝宝万千愁碎，随水中唇圈亲当人中苦，
全忠孝是亲娘，唐院命薄丧王处，成全下土，还阳何有孟婆托？可怜幽梦太匆匆，玉骨还无归我踪。
呀呀，旧壁墨痕尘啊默默，冤魂幽梦。